白头，咦，咋秘密都能练？哪来？心情不好。心情？你有啥？你心情不好？咋了？啥事儿？心情不好。心情咋不好？你能啥？咋心情不好了？啥事儿？一言难尽。啥？一言难尽啊！你给我说说啥事儿？好多事儿。能有啥事？你能有啥事？好多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白总，这个我一直相信释迦牟尼说过的一句话。哎，不管你碰到啥事儿，哎，不管你到哪里，不管你认了啥人，碰到了啥人，都是你人生中应该发生的事儿，应该碰到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，我来到那安哥拉了，是不是？哎。也碰到好多事儿，我跑1万多公里，也认识好多人，还认识了你，认识了你老婆，是不是？都是应该认识的，我应该来到那安哥拉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后来又发生好多事儿，你比如说，哎，后来我跟你老婆心心相印，两情相悦了。啥？哎呦我的妈！啥？我老婆心心相印，说你不带你团长走，我会你，是不是？